你懂那种有苦说不出的感觉。我懂，你应该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，因为爱最大。我觉得你们俩超配的。我怎么一句话都听不懂？你要找掩护，也要找一个知道你是 gay， 然后又不会爱上你的人。哈，你是 gay？ 啊，我是 gay。妈妈是不是有什么秘密？TVBS 42台粉红色时光，敬请期待。